操作摇杆前往目的地。训练开始，第一波小怪已经到达现场，用普通攻击就足够教训他们了。点这里使用群体技能，点这里使用单体技能，生气了，这一下被打到可疼了，快躲开他。现在来发动雷鸣印记技能吧，雷电会噼里啪啦的帮你解决掉怪物的。去寻找小月牙吧。你怎么才来呀、我都等你好久了。装备上这个鱼咕咕魔盒，能不能有感觉到说这个鱼咕咕魔盒不同的魔盒拥有自己独特的技能和外观，厉害吧。不同的武器魔盒拖动魔盒更换位置，是不是很方便？魔盒会提供属性，也能改变武器的样子。把魔用不同的魔盒可以组装出风格迥，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点击这里查看哦。用这个闪光技能，没错，这是鱼咕咕魔盒的独特技能呢。获得了新的魔盒，来看一下吧。选一个要穿戴，装备了以后，武器的外观就变了。装备了以后，武器的外观就变了。自动按钮可以设，点这里选择要自动释放的技能哟。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过来！
我们人手不足，受人攻势不小，必须马上撤离。还傻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别磨蹭了，快去骑上小羊驼，到码头找军需官，他会安排你们离开。经理这里，哎呀，好期待啊！你会喜欢吗？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去找渔夫费尔南先生，他会在你离开的。小兄弟，快上船吧。这次船好像漏水漏得有点严重啊，还是先找个岛修理一下吧。能不能帮我收集一些木板，船或许还能修。哇，又获得魔盒了。哎，哦，这是衣装魔盒，老规矩，不仅能增强体质，还能拖动魔盒更换位置，是不是很方便？衣装也有三个位置可以装备魔盒，魔盒能改变衣装的样子。把魔盒装在哪部分，哪部分的外观就会。